Hello， 我现在在停车场，然后为什么在停车场？哇，我发现停车场还蛮适合拍照的耶，就显得脸色还行，而且前置摄像头都能拍这么清晰。好吧，不是广告了。我们是用来拿新车，好兴奋啊！今天下午就接到了阿萨，接到了路易，阿萨送到奶奶家去了，因为，他实在是太想跟奶奶一起玩了，他在和奶奶玩一些数字游戏，然后又接路易，接完路易之后呢，就差不多到我们。弟弟，我们要来看新车，你知道吗？你要是再睡的话，你就看不到车子了。这个呢，是我们人生中第一次拥有自己的新车，我们之前开的都是二手车，然后就是从父母那边拿来的。然后开新车的感觉真是好爽啊！然后我现在就在沃尔沃的车库里面。露露，你觉得他会给我们一个大大的那个蝴蝶结，然后我们去剪彩的那种吗？或者，会嘣一下放很多彩带会吗？我喜欢那个词，蹦。你喜欢那个蹦的有彩带的对吗？叫 confetti。爸爸过呢。So。那下面是个 wow。Either sit on the ground, you sit on the lounge, right? Yeah. Aww, I love you, big boy. No, but that's a TV. You don't want to watch TV. You don't want to watch it?What's that? You wanna watch it? Go, go, go. This is our car, because I and Saba both like that kind of champagne color. And the whole car, now you can see the champagne car, only that car. So, we're going to see the car. Do you think we can fit you in there? No, that's the big. That's the back of Okay, I'll shut the boot. No! Shut the boot. No! Louis, hey? Yeah! You want a photo? Say hi to Mum. Hi! Hi! Congratulations, Louis! Do you like the new car? Yeah. What's the name?我都没有来得及拍一张视频，是我站在那个有红色的那个什么蝴蝶结面前的那张视频。不过没关系，萨爸和路已经有了，太开心了。他去哪儿呢？他要走了，我们要开车去美术馆拿画。我们有一幅画要去拿，知道吗 ？Can need some of those stuff yet. What do you say, Louis? Thank you.Good. I think you like present. I can see that. Your phone is heavy, yet.把我们的新画放到我们的新车里面，它有一个功能，就是你把脚放在下面就可以让它打开。好多字啊 ！This painting is well and truly for Elizabeth. 周六早上呢是 Elsa 的第二次音乐会。Martha, oh no, Zafa.Alpha. Oh, Alpha. Oh, this is Alpha. And we're going to clap a lot. And he'll show a beautiful bow for us. Hello, my name is Alpha. I'm going to play. Clap? Clap? Oh, cool. Oh, I have to listen. Wait, I don't have to pay soon. Why? Hang on, you play along while I'm finding the music, go. Good. Good.
something not from a concert. That's cool car. Do you want to open it every day? Yes. Oh, look, there's a screen. Hello， 今天 Louis 不是生病在家吗？跟我一起来拆箱，正好收到了一批包裹。这个比我心里了。啊，不用了，你现在心里都快。来，我们一起拆这个箱子哈。觉得这次来的都是书之类的东西，有一些阿夏和 Louis 的书，也有些妈妈的书。要弄坏书的。我尽量不弄坏书，好不好？好的，我的脖子剪刀。嗯。我的书叫是什么 ？And Kevin。终于买齐了所有疯狂树屋的系列。我自从给阿夏买了之后，他那两本书就被他读烂了，就是全部的书面全都坏了，对不对？对。你也喜欢的，对不对？你跟大家讲一讲这本书吧。其实就是澳大利亚的两个人，一个是 Andy， 一个是 Terry， 一个画画，一个用来写故事。他们两个就是这个书里面的主角，然后他们创造了一个神秘的树屋，这个树屋里面有非常多的层，然后他们的脑洞非常之大，很适合那种脑洞很大的小朋友去读。这本书好的是它有中英文，然后中文是前半本，然后翻过来后半本就是英文，特别的好。这是我给我自己买的哈农，小时候很不喜欢练，但是大了之后才发现其实练好基础很重要的。Big nose， 大鼻子变记录了。福柯的《规训与惩罚》，其实我在微信上面已经看过它的一部分了，但是后来我觉得拿一个实体书在手上摸更有感觉，所以我就又买了一下福柯的《疯癫与文明》。基本上你要了解近现代哲学，一定要了解的这个哲学家。妈，这是我在康友，一个康友对吗？所以说，如果大家对哲学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尝试着读一读福柯，他的文字也比较有趣，嗯，就不会特别枯燥。相比较黑格尔、海德格尔，这本我已经忘了我当时为什么买了，《悲伤与理智》，美国的约瑟夫·布罗斯基的，说他是英语文坛最伟大的散文家之一吧。然后我就想看一下最伟大是多厉害。哦，这个是我等了好久的衣服。外公问妈妈。路易好喜欢这个猫猫呀，我们家是大部分的成年人都不喜欢猫，除了我以外，所以有人一起喜欢猫还蛮好的呢。是不是很好看这件衣服？就显得白色。打开第一个。哦，好，马上好不好？白色会显得皮肤更白一点，是不是？好看吗？我觉得，天气不是很热的情况下是可以穿它的。最后一本是《舆论》，说实话，我这次买的书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我去买它哎。沃尔特·里夫曼，然后他是社会学必读刊物之一了，从1922年出版以来，影响力始终不衰的一本书。这个是什么呢？哦 ，Oh my God！ 是药？不是药，这是妈妈的耳钉。这次正好买到最后，他说要不然加个几块钱买一个小耳钉，然后我就买了，比较小，存在感不是那么弱，也不是那么强的一个。刚刚那个箱子已经拆完了，现在开这个盒子。要一个剪刀。噔噔噔。还差不多。这是这本书我一直很想看，是马尔克斯的。你想看这个吗？这次也买了一个后蛋烧的锅，因为我之前看大家说我这个技术不行，要买一个更好一点的锅子，所以我特地买了一个，它的底也相对而言更厚一点点，是苏泊尔的。如果好用的话，到时候跟你们去说。这边还有一些书。哦，我知道了，这个其实是出版社给我寄的书，可以就这样吃吗？可以，这样吃。我最近一直在看柯达塞尔的书，有趣的是我前一段时间是品牌方组织的酒会，正好他们那边有一些阿根廷的设计师在那场晚会上，然后我就说哦，我最近正好在看你们柯达塞尔的书，他说哦，有眼光，然后他就说哎，一定要看南方高速，所以说我就收到了南方高速，好幸福啊。万梦中涌动的海这本书可能也是他们觉得很好看的一本书吧，但是我之前并没有了解太多。接下来是窗边的小豆豆，
双面小哥哥应该是我可能最最早开始去分享书的时候，当时就分享过，因为这本书真的当时让我看就觉得哭得不行。那现在开始有一个叫做《续窗边的小豆豆》，所以就是他时隔了40多年，作者再次拿起笔去写这本书，然后讲小豆豆离开了巴学园之后的这样一个故事。所以说，哎，正好这两本就可以读给路易听了。The promise is fulfilled. Really? Yeah.Louis搭了一个书墙，然后专门给我用来垫手用，是不是很贴心？我放这个在你的右下。好，你放去吧。我爸妈听说Louis咳嗽感冒一晚上没有睡好，就给他打电话，然后在卧室里面跟他唧唧歪歪讲了半天。这个是我上一次寄的包裹里面带了一个小的抓发夹。我买的时候说我有好多好多头发，所以说我要买一个超级能夹的那种，结果等它寄到了，我已经把头发给剪了，但是我发现我就算是短发也真的很多头发，是正好的，它基本上加不了更多东西了。好看吗？你的裤子怎么变成了裙子？晒得好吗？你在跳舞吗？爸爸起来了吗？啊，哥哥呢？ See you guys. See you. 他现在对国旗特别的着迷。我们来超市买了点东西，其实就是要买这个了。Cow milk. Cow milk?、Yeah. No, 这个是淡奶油。What we do now? 我们要做巴斯克蛋糕。这就好吃的哟。奶油奶酪要多少？350克。我这边只有250克的奶油奶酪。是烫的还是冷的？烫的。要很温柔，因为水下面的水想要进这个碗里面，我可不可以让它随便进来呢？60、70、80，哦，要准备好哦，倒多啦，哈，我们倒太多啦。这个是抹茶粉，热水，稍微淋上一下。好吃吗？好吃的。哦，这个鸡蛋坏了，赶快用掉，赶快用掉。啊，用不了了。看，要进来咯。嗯，再来一个 ，OK。蛋黄放进去。啊，真棒！哈哈。我特别大，最好吃的。好，它先进去了。我烫到我自己了啊！耶、yeah, ，我需要 SPF， 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再给啥 ？Cause to make that warm， 就没有那么冷了，对吧？嗯，谢谢你，宝宝。Louis 的急救知识还可以哦。我准备稍微弄点中饭吃，吃什么呢？吃昨天晚上剩的咖喱，所以没有什么好拍的。哎，吃咖喱。Yeah, 咖喱。那吃什么？吃咖喱，吃。我觉得吃 cake， 不是这个。你确定吗？我好像是很那个。三思。耶嘿！这上面就会有很多丝了。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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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好吃，多着。那还是不行。很乱了，刚刚去给路易读了睡前的故事书，本来今天中午想要好好做点好吃的，但是下午再过一个小时我要送路易去奶奶家，然后我去接阿萨去上钢琴课，所以今天下午时间还挺多的，就来一杯咖啡乐吧，好幸福呀。其实好像焦了，是温度太高了吗？
说好像再烤个十分钟。所以你再看《庆余年》，然后我发现我好喜欢这种台词比较好的人，我感觉张若昀的台词还蛮好的。刚刚的蛋白加了一个鸡蛋，然后搅拌搅拌，放微波炉里面微波一下就变成鸡蛋羹了。我稍微煮的时间有点久了，但是咱们就可以这样去做，还挺好吃的。Oh, wow, that was so fast. I'm gonna have to give you a sticker. I thought you said you couldn't do it that fast. Open the door. 带了蛋糕过来，见奶奶，跟奶奶一起吃，因为今天正好这个是没有用任何的面粉去做，她可以吃。Was looking at me so serious in the camera. I forgot. Do we need a little spoon? Do you think a little fork? Yeah. Jiggle it a little bit. Yeah. Yeah. Like that. Yeah. And then just hang it over the side, and it just let it sit. It infuse. Yeah. Lovely. Video in a few minutes. Yeah.When it's finished. Mommy. Have a little 小柴火 Mommy. Yes. 今天踢球的地方好棒啊，在海边。Every summer, every winter, or every season, I'll be missing her. No matter how much time goes by, my love for her will never die. Lately, I've been wondering if our love eyes can be this sweet, yet we still cry. With all the wind goes our mistakes.Mommy sitting in front of you? No, over here. Okay, where are we gonna go? To China? Yeah. Okay, to Beijing? Which mommy? Oh, Arthur. Louis真的认为阿塞是他的妈妈，所以说他老是说另外一个妈妈。How many mommy do you got? Yeah? Am I the number one? Yeah, and Arthur is number two. Who is your favorite? Mommy and Arthur. Oh, thanks. Arthur 他们足球场地还是下雨的原因吗？一直下雨，所以场地还是封了的，他们就说到沙滩边来踢球吧。我本来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主意，因为沙滩上很难踢足球，也很难跑步，但是小朋友好喜欢啊。Well done, Martha. High five. I didn't get a call. You didn't? Yeah, Alpha.Ah.